大家好，今是日系四月七号，四月嘅第二个交易日，系俾大家咧有一个系十分之唔好嘅系走势。原来揾到四月一日真系愚人节嚟噶，愚咗大家上咗去五百点，跟住今日咧就系、是、倒跌，先升后跌。咁点解会咁情况咧？其实好简单。